大哥，你要娶新娘子了，怎么了？干嘛还皱着眉头啊？啊！其实我看，这李贤姑娘出身名门，又才貌双全，和工资挺配的。你觉得她好，那你娶她。哎，哎，哎，我倒是想娶啊，可是盛朝他不让我娶啊。蒙毅哥哥，你还想和大哥争啊？美的你！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。 哎，父皇，好，好，这孩儿的字势大有进步啊。 这些都是灵儿姐姐教的。哦，父皇，这灵儿的字是漂亮，就跟她的人一样。谢谢父皇。柔中带刚，孩儿要好好跟灵儿学习啊！只要跟灵儿姐姐在一起，学什么我都愿意。嗯，好，继续写啊。好。